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，小趴又来玩糖豆人终极淘汰赛了。这一次我居然倒在了决赛的眼前，障碍狂欢，我就第一关能过去，然后后面的关卡我就一次没有过去过。你们先走，好吧？你们先走。大哥，一起，大哥们。Nice， 第一关，目眩山巅啊、这个刚刚玩过了。哇，我是哪个队儿？绿队儿。我操，我有尾巴。我有尾巴。哎，那人他是不是发现 bug 了？看看咱一起的，你抢我尾巴。尾巴，哦，这是一时的，完了，我们输了，啊，还没输，我们赢了。
简单的哦，这个我没玩过，完美配对。记住地砖上的标记，屏幕上出现一个标记时赶快哦避开粘液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！哎！呼呼，快快快快，消失！哎，掉下去一个！呜呼 ！Nice！ 哇，最后一关吗？不是说只有五关吗？踮踮脚尖，避开假地砖，找到路线。我操！我怎么知道是假地砖？哪个是假地砖？去